香港寬頻過去幾年通過同幾間公司的整合，成就了今日的我們，可以在市場上提供一站式 ICT 技術方案，包括網絡、語音視像、雲端和數據服務。香港寬頻企業方案還有提供 Managed Service， 涵蓋網絡、系統整合、辦公室技術支援和各樣終端的解決方案，可以說是由天到地都幫企業客戶搭通了。眼見經濟開始逐步回暖，企業渴望透過數碼轉型促進增長動力的同時，亦都想利用適切的方案達到最大的效益。香港寬頻的目標就是要幫助不同的客戶掌握疫後的機遇，協助他們進行數碼轉型。我們擁有卓越和獲得國際認證的專業團隊，例如成為香港第一間獲得 Cisco ACI 黑帶三電的公司，銳意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技術方案，滿足他們不同的需要。 Cisco 和香港寬頻一直合作非常緊密，例如在 Infinite Voice 和 Cloud Voice 的語音服務都有語音、視像和 Fixed Mobile Convergence 的功能，利用一個統一通訊平台減輕企業營運開支。我們亦是香港其中一間擁有最多 Cisco IP Phone 用戶的服務供應商。除此之外，我們還有多種訂閱式服務和託管服務。如果企業在我們的託管服務上採用 Cisco Dowson Eyes， 以一個 SaaS 模式的平台，就可以做到監控網絡基礎設施、排除應用故障和偵測網絡效能等等，還能夠提供預先洞察力。Infinite Voice 和 Cloud Voice 這兩個服務都是建基在 Cisco 的技術，分別是 Cisco BotWorks 和 Cisco Collaboration， 再加上 HyperFlex 企業級的網絡設備及安全方案，我們可以讓客戶繼續享受企業級而且具彈性的語音服務和用戶體驗，當中包括支持 Work from Anywhere， 員工無論在哪裡都可以使用辦公室的電訊服務。實施了 Cisco 的方案，不單止為客戶提供優勢，對香港寬頻來講亦同時增強到網絡效能。最重要是我們的 NOC 團隊只要用統一的系統界面，就要同時管理語音和通訊平台，大大減低了很多管理和營運壓力。香港寬頻和 Cisco 合作超過10年，彼此信賴，在這個堅固的基礎上，加上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標，就是幫助企業成功數碼轉型。憑著這個信念，我們都會成為香港企業最值得信賴的 ICT 技術夥伴。